迎来到英雄联盟。玩一把杰拉。来，靠近点。敌军还有。感觉这把都不好抓，这把感觉只能刷。碾碎他们。那我感觉，这样可以去对面野区了。下路太危险了，过来我感觉我会死。里还有着许多惊喜。全军出击！世间万物中，表里如一者又有几何？可以单开，下路没有空，中单是个劫，下单这个黑叔叔很难搞。啊、怎么发了三个牛皮？要看得如此之多，他的种子太不稳定了。逃出我的掌控。感觉他过来好像可以杀，算了，种子没了。他这个被动的种子只有30秒 ，W 丢的有1分钟。死亡在绽放。先抓不上来了。绽放，等到了一下。刺穿，靠什么？原来路的近郊会更大。等到了。跳门是个脑机灵，手脚不是这青钢影，是个人啊。走寻常路，发芽，啊，欣欣向荣的花园，荆棘。窒息而亡。我们近战的植物是减速，刚才打了双减，这个减速的植物它动不了。其实杰拉打架能力很强的，就是不稳定，很看这个被动。我就感觉刚才剑圣过来了，所以我们刚才先刷河蟹，别打狼。刚才打狼的话就被他逮到了。刷完河蟹，等一下技能补点状态再跟他打。标准连招的话是先打个减速加个远程的 EWQW， 但是打近战就不需要这些了。打近战的话可以打双翼的植物，这样的话可以叠加减速，它更好拉开距离。因为这个近战目标很难逃离我们这个植物的范围啊。打远程的话就可以一近战一远程。先等我的种子扎根。它这个减速的植物射程比较短，远程的植物的话射程远，但是没减速效果。来，靠近点儿。
哎，别怕，我过来了。世间万物中，表里如一者又有几何？有眼吗？嗯。先等等。三个植物打了，没事，跟他站路。要看的人。你拿什么跟我打？这是我的领域。直接摆种子，我待会要秒小龙。要谨慎行事。再补两个。准备好，不走寻常路。怎么还没欣欣向荣的花还没升六啊？很快，那我这个种子时间要到了。多么忙碌的世界！少了两个，秒不了。不对，不是少了两个秒不了，这个是火龙，它是 AOE 的，我植物扛不了，一下就被清掉了。他是打单体的龙就可以秒了，他是 AOE 的，他喷个三下，所有植物都挂掉了。这个龙吐一下的话掉四格的血，正常普通植物吐两下就没了，开大的话可以多扛一下。E 的距离很远，就是弹道速度有点慢。要谨慎行事，鞭打。哎，没捆到，捆到。他说 E 弹道速度能快一点就好了，这个 E 有时候太笨了。
欣欣向荣的花园。这辛佐拉没闪，我这波可以秒他看好了，看我这波技能连招。直接一闪 W 再 QW 再 K2 可以强化我们的植物，这边有个伤害跟击飞的效果，而且这版本杰拉的话以前是不可以一闪的，现在可以，今天刚改的。没有人会逃出我的掌控。发芽，怎么进场 A 一刀我植物就爆了，这么弱吗？只是一朵无害的鲜花，折磨一下他，他很想杀我这会儿。很多这E要中的话得卡视野或者预判才可以，直接丢太难中了，这弹道速度太笨了。来靠近点，刺穿。森林里还有着许多惊喜。给我吃个吃，我刷个大补。可以，这是我最后的植物了。先来根大棒。其实打剑圣的话，金身也可以，金身打他比较好用一点。有金身在我就死不了了。丢完一套技能，开金身让植物喷他就完了。卢登不好用，卢登只适用于那种技能加成伤害比较高的英雄。杰拉的技能加成伤害其实一般，甚至有点低。他主要是靠他的植物打伤害的，所以他的植物可以频繁的普攻，就可以频繁的触发面具，所以面具的效果是比卢登要好的，而且面具可以提升你的刷野效率。有些人的游戏理解太差了啊，建议点播右上角关注，每天来学习一下。而且卢登很容易浪费掉，这卢登没有想你没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强的，得看英雄。多么忙碌的世界，植物 A 一下能捡卢登 CD， 你在说你妈呢？我今天刚开自定义的。有些人不懂就不要再弹幕乱科普好吗？不要用你的兴趣爱好来挑战我的职业，都跟你讲了。
这天天游戏不玩，弹幕发的飞起。这个E弹道好笨呐、啊！我们不懂可以问，但是不要乱教别人啊。我一般给你们玩的这种新玩法之类的，我都是开自定义试了几遍我才会拉出来玩的，不是那种什么版本不看，直接看到版本更新就直接拉去排位乱玩去了。世间万物中表里如一者又有几人，那新英雄估计明后天出来吧，一般新英雄第一天是不会出来的，应该明天就放出来了。要谨慎行事。不走寻常路。击飞，再喷一下。啊，心心圣人的花园。可以换了。对面这把没什么魔抗，但是可能要买，这锤石好像要买自然之力啊，月板甲加魔抗，观察一下来，不买魔抗我就帽子了，买魔抗我就法团棒了。种子扎根，小面具现在性价比太低了，没什么必要反应，让他们窒息而亡。小面具被削了太多轮了。四个，一个。森林里还有着许多惊喜。
又哎呦，这个车给我的话，我可以打大龙。快点点，队友赶紧来打！我没帽子，我有帽子，一个人自己都可以打。哎，他怎么回头了？我还预判了一下。他这么勇吗？走寻常路，这就我前面说的，这个面具刷野很快，主要它是百分比伤害，而且这百分比是没上限的。但是小的就没必要，因为大面具基本是小面具的两倍伤害，但这两个装备价格差不多。所以小的性价比就有点低。潜伏在土壤下的是什么？哎，你还真打我呀！小面具这个装备现在削的有点过了，我觉得它需要一波加强。只是一朵无害的鲜花，刺穿。先等我的种子扎根。直接顺秒。你还要排？你还要排？喜欢点，喜欢点。我记得那个植物就两块钱还是3块钱。喜欢偷个2块钱是不是？来给你偷，给你2块钱，再给你2块钱，再给你2块钱，再给你2块钱，3块钱，反正钱不多。世间万物中，表里如一者。又有几何？荆棘！要看你如此之多。直接强化植物。到了，把它换掉，走不了就换了。
这波队友打小龙，然后把对面注意力吸过来，我们秒大龙。我说我一个人能秒大龙，你们信不信？你们猜几秒？我说一个数，十以内啊，十以内差不多。你们猜一下。多么忙碌的世界！不信是吧？看好了啊。再中两个，再去刷个三了，再来中两个。先等我的种子扎根，再等一个被动了，没刷好，而且有人过来了。哎呀，他们知道我要干嘛。哎呀，他们知道我要干嘛，被识破了呀。不过还行，一换二也不亏，而且队友可以拉大龙。我现在一个植物喷200血，我跟他八个植物，而且强化之后还额外多造成50%的伤害，也就是说喷300，3824，他 A 一下的话就掉2400的血。我开大的时候他喷的比较快的，简单来说一秒他就死了啊，直接融化掉了。森林里还有着许多惊喜。专家的标志不是金句。你只是徒劳。世间万物中，表里如一者又有几何？直接半血没了他。清兵可以刷我们的种子。要看得如此之多。他这个皮肤的种子太明显了。要谨慎行事，可食此阵。生命，这边不进来。咬一个，直接两朵花喷这个黑鬼，动都动不了他。来下来，再来一把，有这么好看吗？